分成三段，平分成四段。
平分成五段，好，平分成六段，七段、八段、九段、十段。你有发现，那每一段的大小是多少？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、七分之一、十分之一。你有发现分子有没有变？没有。分子有没有变？没有。可是呢，分母越来越大，分母越大，分母越大，可是它所占的那个长度却越来越小，发现到吗？有。好，我们看到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归纳出一个重点。当这个分数的分子量的时候，分母越大，它的值会越大还是越小？越小。越小，就好比说什么，二分之一跟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分母值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所占的长度却最小。好，那二分之一呢？它的分母最小，可是它所占的长度呢，却是最长。好，有这个图片呢，我们会归纳最后一个重点。我们看一下课本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一段话，给大家来念一次。分数比较大小，当分子一样大时，分母越小，则分数越大。好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下面呢有第三个，请你练习第三。这一节我们下一节课呢，我们再讨论，我们先下课。来，同学们，来起立，来向后转。